关注你条件专工来个市厝病福山局，详细介绍着东车市南投市交通镇风景区天空之桥名称的由来。希望透过这部的介绍，和观众朋友会当更加了解南投市八卦四里的观光特色。伊的名是安怎来的？对，啊是安怎人客这么多？当然跟福山局有关系咯。登基清景地方的台湾首位工信科技集团旗下正受到欢迎的节目《台湾大观园》，今仔日节目外景团队来到今麦南投关前门的观光景点之一的天空之桥，以及到一三九线沿路来翕节目。其中关注你雕刻，也专工亲身来担任节目当中的介绍嘉宾，希望透过主持人以及馆长活泼的节目介绍方式，让中台湾的乡亲在看过节目了后，来到这佚佗是更加深入有意义。买到啊！哦，摆足久诶。大家行以外，其实也阁真侪好看的，哦，像四百年的荔枝王，哦，来金王，啊，这分了看头哦。还有来只三山国王庙啦，福山宫吼，也是红山寺，红山寺是观音妈诶，这个庙寺吼，嘛真正灵性哦，哦，同时阁有来只骑脚踏车，也是最棒的一个线。你也对红山寺会当骑个。这个寿天宫，民间的寿天宫，哇，这线嘛非常的水。这个号称全国上长的空中吊桥，虽然中间并无任何支撑的条啊，但行起来不但真在真稳。关键的雕刻也强调天空之桥的安全性，绝对会当挂保证。啊，过了这个桥哈，应该看咱有个限制人数呢，限制讲百五岁，其实建筑师啊、结构技师来看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大家安全，我们来限制150位，啊，但有些两岸都有些自动控制的。另外，一间议员提案，南投市民进入天空之桥的门票费用降低为10元一案。官府观光处表示，已经进入了行政程序，相信真紧今年底进前，南投市民来到天空之桥的门票就会当由台为10元。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